进入广告，广告。腾讯视频 V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。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，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。我要反馈播放下一集 0.0 点直播，零点弹幕字适应倍速 0.5x 1.0x 1.25x 1.5x 2.0x 倍速播放，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，取消广告，广告 50%、 75%、 100% VDC 0027 NBackler 6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宽高音量 50%视频协议 CDN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真属错误吗？版本号 3.4.37 2018年8月21日12点35分36秒播放流水 CBS821A8PBF94B389C631414E9416D371770201 本地日志，点击下载，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，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 W I N D O W D A T A V I D E O A R R P U S H V 的 C 零零二七 N by Glad You I M G H T T P News G T I M G 点 C O M News Up L S 0495061000064048000点视频太魔性了。梅西打进绝杀球后解说直接开场了，真无敌，时长约一分。腾讯体育8月23日讯，在巴萨生涯梅西豪取了33个冠军，是队史第一人，追上足球史上夺冠次数第一的埃尔雷斯也只是时间问题。在国家队生涯梅西却尴尬的零冠，这是和他的球星地位不相符的。今天的马卡报撰文指出，梅西的国家队生涯打上了问号，他自己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是彻底退出还是暂时休息，梅西没有答案。在足球场上梅西几乎无所不能，进球、助攻甚至防守，梅西一个人可以完成很多任务，但是纵然是如此伟大的巨星也有困惑的时候。阿根廷国家队很快就会集结备战9月份对阵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的两场友谊赛，但是梅西已经确认不会被征召，这是他的个人决定。但是梅西没有发布声明，他在沉默。梅西上一次退出国家队是在2016年的美洲杯后，当时阿根廷在点球大战不敌智利，只能拿到三年内的第三个大赛亚军，当时的梅西黯然神伤宣布退出国家队。不过那个时候梅西还发布了正式的声明，这一次则不同。在经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16强出局的噩梦后，梅西再一次心灰意冷，但是他没有公开宣布自己离开国家队的决定，只是将决定告知了阿根廷足协和国家队的临时主帅斯卡罗尼。马卡报指出，在阿根廷兵败世界杯后，梅西需要时间来评估自己在国家队的未来，因为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境。梅西需要时间做出决定，没有人知道他会做什么，甚至巴萨球星本人也不知道。西梅这样描述梅西目前的处境，的确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抉择，因为选择太难太虐心。阿根廷足球目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，在世界杯结束后桑保利被解雇，斯卡罗尼出任临时主帅，直到球队正式任命新主帅。虽然梅西退出国家队也并非什么新鲜事，此前退出后他在2018年世界杯预选赛复出，帮助球队拿到世界杯参赛资格，但是现在31岁的梅西又匆匆做出了决定，这一次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决定，但是梅西还没考虑好未来国家队的路要怎么走。堂堂的5届金球奖得主居然要为自己在国家队的未来而举棋不定，这是梅西的悲哀，也是阿根廷足球的悲哀。2019年夏天美洲杯比赛将在巴西举行，而在明年年初梅西就要做出是否参赛的举动，如果他拒绝参赛也就意味着梅西的国家队
生涯可能就提前终结。不过一旦没有梅西到阿根廷夺冠，梅西将无比尴尬，而一旦梅西参赛，阿根廷在美洲杯再度铩羽而归的话，这会加深梅西的痛苦。因此在国家队的梅西就如同陷入了一个死循环，似乎只有冠军才能解开他的枷锁。但是一个国家队层面的冠军和梅西已经渐行渐远。 Brooke